知道咧，九龙城咧有间星级嘅海南鸡饭，我今日咧就要嚟试一试呢一间金鸡海南鸡，睇下佢有几好食。我食海南鸡好嘴刁噶。在我手上這一碟就是金雞海南雞了，只是看個賣相，我滿意了。顏色方面就很黃油，金金黃黃的，非常之漂亮。肉質方面呢，我只是看到它已經覺得很滑，好想試一下它了。老闆告訴我，他們的海南雞的 style 就是一個新加坡風味的，我試一下它。第一啖咬落去已經是非常之滑啦。啊，點解咁滑呢？因為咧只雞咧每日咧係新鮮運送到去鋪頭啦，然後咧喺鋪頭度咧再用呢個上湯咧去到烹調噶。咁嗱，上湯裏面有啲好名貴嘅食材啦、瑤柱等等咯，所以令到只雞咧非常之濃郁一個雞味，同埋咧令到佢可以咁滑噶。但係海南雞咧可以 order 半隻或者一隻啦，另外咧仲可以試埋佢哋嘅套餐噶喎。咁啊，套餐裏面咧就有呢個粟米南瓜湯啦，同埋咧有呢一個油飯嘅。等我試下個湯先。哇，好甜啊，同埋咧一啲味精都冇噶喎。我又試下個飯啦。哇！我面前呢兩款一定要介紹俾你嘅，呢一個咧就係滷水豬手啦，呢一個咧就係香煎手特鹹魚肉肉餅啦。咁個豬手咧係嚟自加拿大嘅喎，咁入得口一定係信心有保證啦。而且咧佢用咗豬踭呢個部位啦，咁一定係好食咧。試下先啊！嗱，你望到個豬手咧賣相咧係非常之吸引嘅，而且咧你聞到好濃郁、好香嘅滷水味。再加上咧，點解佢咁好食呢？係因為咧，佢煮嘅時候咧，先咧燒曬成嘅豬手啦，再去到燜喎，所以會令到啲皮咧更加滑、更加彈同埋更加腍噶。嗱，呢一款咧就唔係普通嘅肉餅，因為非一般嘅肉餅，這個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香煎手剁鹹魚蓉肉餅。咁有咩咁架勢糖呢？其實佢裡面咧就係用咗咧呢個蝦醬啦、鹹魚啦，同埋咧有啲新鮮嘅豬肉啊。嗱，呢個係重點啊。因為如果不用新鮮的豬肉咧，嗰啲肉餅咧會散嘅。另外咧就係佢咧一擺出嚟，我已經聞到係好香，所以我要試食啦。哇！佢可以咧做到外面咧係好脆啊，但裡面嗰個肉咧好多汁，可以鎖住。加上咧新鮮的豬肉咧喺裡面係用咗73黃金比例。咁啊，當然七咧就係呢一個肥肉啦，咁啊瘦嗰邊咧就係三成嘅，所以係啱啱恰到好處。喺度食完咁好味嘅海南雞飯，梗係要 order 翻一盒同屋企人分享啦。你睇下個盒咁靚，襯曬我啊！升級果然係唔同啲喎。金鸡海南鸡，地址九龙城雁池围道84号 B 地下，电话23834498。交通方面，绿 van 25号 M 九龙塘线，红 van 旺角九龙城来回线，巴士由1号、1号 A、11号、14号、15号同埋297。